我那从小不怎么喜欢我们的伯母，看我们回老家去，又给我们送青菜来了。自从伯父去世，加上堂哥前几年又脑梗后，伯母家就像从云端落到了地上一般，他对我们的态度也大变了，对我们变得特别好起来了。我妈是个哑巴，还有些驼背。爸爸说，因为我们家穷，当时没人给他说母亲的时候。 爷爷奶奶立马答应了，母亲没有嫌弃我们家条件不好，而是一直默默的操持着这个家。因为家里条件差，所以村里人都看不起我们家。我奶奶生了八个孩子，我爸最小，伯父最大，中间六个都是闺女。大伯比我爸大了十一岁。爸爸说，原本爷爷奶奶手里有点家传的东西。 那会，奶奶曾经说过，以后两个儿子一人一半。但是伯父是老大，他比我爸结婚早，爷爷奶奶手里的那些宝贝基本都被伯父搜刮一空。即便奶奶要求伯父哪怕留一样给我爸，伯父和伯母都不愿意。奶奶不拿出来，他们就对爷爷奶奶咒骂不止。 最终，奶奶无奈之下，把她陪嫁的那些东西都拿了出来，给了伯父。不过，他留了个心眼，给我爸留了两个银元。但这两个银元，在我爷爷去世的时候，也被伯父他们骗走了。我爸和我妈结婚的时候，爷爷奶奶手里基本上没剩下什么东西了，除了我们家住的那栋破旧的老泥砖房子，就只剩下一张老式老花床。 就连这个床，伯父伯母都没放过，还要求我妈把床上的那些架子分给他们当柴火烧。爸爸说，妈妈嫁过来后，非但没得到长辈半点东西，爷爷奶奶反而分了一千多的外债给他们。我爸妈就就这样背着那些外债生活了好多年。母亲是哑巴，与人交流不便。 每次他一着急，就会嗷嗷的大声叫，急得直跺脚，手也不停的比划。村里人看到母亲这样，还故意取笑他。伯母在我母亲面前总是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。他不仅人前人后无数次说我们家里穷，最大的根源是我妈。他说我妈不会操持家里，不会盘算。 要知道，伯父他们不仅拿走了爷爷奶奶手里的金器银器，还没有外债。用现代人的话来说，就是伯父他们可以少奋斗十年，甚至更久。自我有记忆开始，伯父好像就有意无意针对我们家。爷爷奶奶在我爸结婚后一直跟我爸妈住，伯母就觉得奶奶还有东西偷偷,偷给了我妈。 他认为爷爷奶奶偏疼了我爸这个小儿子，所以他们夫妻俩对奶奶的恨意也迁移到了我妈身上。可事实上，我爸妈什么也没得到爷爷奶奶的。爷爷去世的时候是在我们家办的丧事，伯母就满世界的说我爸妈偷偷藏了很多丧事上的炮竹、香纸。我妈极力摆手说她没有，可我伯父依旧不信。 最后逼得我爸爸没办法，让他们去我家搜。伯父和伯母当着我和妹妹的面，把我家角角落落翻了个遍，没找到任何东西。后，他们夫妻俩就这样不管不顾的走了。母亲气急了，在伯父他们转身走后，跪在他们后面直接拜天。看他激动的样子，我们把母亲扶了起来。我心里发誓。 以后一定要强大自己，保护自己的父母。爸妈经过几年的努力，手里存了些钱。他们看着村里其他人都自己烧砖窑建房子，也想着自己做砖坯，准备自己烧砖窑。左右邻居都主动来给我们家帮忙了，伯父伯母非但不帮忙，还在那烧纸跪拜，祈祷我家烧窑失败。 我一直都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伯父他们见不得我爸妈好。那一次，我们家的砖窑失败了，母亲急得坐在地上，门头痛哭。原本对伯父还有一丝亲情的父亲，自那以后对伯父他们也彻底没了手足之情。我们家和伯父家从那以后从此不来往。奶奶一直跟我们住，哪怕大年初一。 伯父来给奶奶拜年，他只在我们家台阶下的路上跪着磕几个头，就匆匆走了。奶奶看到伯父和我爸的关系如此糟糕，她也经常默默流泪。几个姑姑都说伯父不该这样欺负自家兄弟，那样只会让外人看笑话。可伯父却说他跟我爸已经断绝兄弟关系了。 虽然伯父和我父母关系不好，但堂哥和堂姐对我们还是很好。小时候他们比我们大，会经常带着我们一起玩。也许是这个原因，我们个堂哥堂姐的关系不像伯父和我父母的关系那样。伯父七十岁的时候就走了，没有伯父的支撑，加上堂哥比较明事理。 伯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地欺负我爸妈了。不过，她那张嘴巴依旧会的理不饶人，到处搬弄是非。伯母见不得我们家好，但凡我们家添置了点东西，她就会摸黑我们家那种烂房子。再好的东西买回去也是可惜那些东西了。伯母还会到处带头嚼舌根，诋毁我母亲。 但我妈得知后，她从不跟我伯母计较什么。前几年，堂哥突然得了脑梗，虽然人就过来了，可堂哥整个人现在行动都不是特别利索，甚至头脑都没有以前好。堂哥生病后，我们还给他拿了几次钱支持他康复，给他吃药。 伯母家里堂哥这个顶梁柱倒下来后，加上他这个病又花了不少钱，家里就靠着堂嫂赚点工资维持生活。伯母家的经济条件一下也差了很远。相反的是，这些年我们在外做点小生意，手里存了点钱，我们买了车，前年又给家里重新建了新房子。 自从堂哥病倒后，伯母在村里的那股子嚣张气势也瞬间没了。更加奇怪的是，以前他压根瞧不上我们家，从不来我们家串门的。现在他会跟着其他人来我家的平里站一站坐一坐。中秋过后，他家里的板栗树上板栗熟了，他也会给我爸妈送一些过来。这在我的记忆里。 伯母以前是从没主动给过我父母吃过任何东西。我们每次回老家了，伯母都会默默给我们送些她自己晒的干菜过来。原本我们不想收伯母的东西，但母亲跟我打手势让我收下。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，饭后闲聊的时候，我们聊到了伯母。我问母亲：“妈。” 你说我伯母一辈子和你们是生死敌人，怎么现在突然主动跟你们是好了？我们长这么大，别说东西，就是他家冷水我们都没喝过一口。现在只要我们回来了，他多少都会给我们送些东西。他是年纪大了，忏悔了吗？母亲摆摆手告诉我不是。父亲看了母亲一下，懂了母亲的意思，他说。 你伯父在的时候，你伯母有他撑腰。你伯父在这一块，那可是出了名的难处，所以你伯母也就以为自己很厉害，有你伯父这个靠山，人人都怕他。你伯父走后，你伯母还有你堂哥这个儿子支撑着。你堂哥人品不错，能力还算可以，家里经济在这一块算是中等偏上。 你伯母虽然没有早些年那么跋扈了，但嘴上不饶人的功夫还是不减。现在你堂哥成了这样子，他年纪也大了，以前他那么欺负别人，现在别人要是欺负他来，那是分分钟的事。他现在知道讨好我们，就是想着我们是手足兄弟，是一家人，别人总得看我们几分薄面。 不至于去欺负他们一家子。这时候，他若还像以前那样不懂得收敛锋芒，那找他麻烦的可不少。他主动跟我们示好，让外人看着我们叔嫂，我们两家是和睦的，是团结的，别人也就不敢对他怎么样。你要是有能力，多多照顾一下你堂哥，你伯母对你们再怎么不好。 那也是我们上一代人之间的恩怨，你们堂兄弟之间该团结还是要团结的，不能让别人在这个时候欺负咱们了。母亲听了父亲的话，双手给他竖起了大拇指。我瞬间对父亲刮目相看了，他原来什么都懂，就是看破不说破。就像父亲说的，现在伯母他们在这个村里能依靠的也就我们家了。 这时候我们不能对他落井下石，如果自己人还不团结，那就给了外人欺负他们一家的机会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对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：爸妈偏心弟弟后，我考上名校。爸妈对生儿子有一种格外的执着，在我之前的两个姐姐因为性别不对都被拿掉了。 生下我这个儿子后，他们并不满足，又偷偷生了弟弟。妈妈总说：“这都是为你生的，以后你就有伴了。”可后来他却要我初中毕业就去打工赚钱，送弟弟进私立学校。爸妈总说：“人活一辈子，怎么能没儿子呢？没儿子就断了根，以后老了谁来养？”所以为了生我。 他们拿掉了上面两个姐姐，但他们并没有就此停止。一个儿子哪够？要是外人欺负起来都没个帮手。再说，万一老大不孝顺，我还能靠老二。听上去有点可笑吧？但那时在乡下，儿子越多越好这种观念还是挺常见的。他们把我寄养在舅舅家，就像从始至终都没我这个儿子。 然后再接再厉，在我五岁那年，总算生下了弟弟。五岁的我已经能上树掏鸟，下河摸鱼，饭量也很大。而爸妈给的生活费很少，舅妈早就闲了。是以弟弟出生后，他忙不迭将我送回了爸妈身边。弟弟睡在新做的红色襁褓里，粉嫩粉嫩的，不像我。 穿着表姐的旧衣服，脏旧而不合时宜。人人都在夸弟弟可爱，我也想上前抱抱他。我要表现的很喜欢他，这样爸妈才会留下我，不再让我回舅舅家承受冷嘲热讽和针对。襁褓又大又厚，我手上打滑，还好妈妈眼疾手快，一把接住弟弟，才不至于栽到地上。 弟弟吓得嗷嗷哭，妈妈一巴掌就甩在我脸上，吼道：“你抱不动逞什么能？你想摔死你弟呀、啊！”爸爸踹了我一脚，到外面去玩，别在这碍眼。吃晚饭时，舅舅、舅妈和爸妈当着我的面就我的归属反复拉扯。我现在还在月子里，哪有功夫带他？嫂子，你再帮我带几个月。 舅妈怒了，我帮你带了五年了，吃我家的，用我家的，我这个嫂子做到位了。我自己还有两个孩子呢，反正这次小鹏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在我那了。最终我还是被留在爸妈家。那时我很天真，想着他们毕竟是我的亲生父母，我以后的日子肯定会比在舅舅家好。但是妈妈说。 你以后就叫我们姑姑姑父，让村里人知道你是我们儿子，要罚款的。我有舅舅舅妈，我有姑姑姑父，但我没有爸爸妈妈呢。纸包不住火，而且我跟爸爸长得太像了。计生办的人还是发现爸妈超生。那时在农村，如果头胎是男孩，是不能再生二胎的。爸妈没钱交罚款。 计生办的人把家里洗劫一空，连床都搬走了。夜里，妈妈抱着弟弟睡在门板上，弟弟哭个不停。月光透过木质格子窗洒落在他脸上，他淡漠而厌恶地说：“要是你乖乖待在你舅舅家，就没这些事了。现在好了吧，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。”奶奶也说。 连我的陪嫁柜子都被搬走了，你真的是个扫把星。他瘦削干巴，脾气暴躁，动不动就用他松树皮一样皱巴的手用力揪我耳朵，以至于我经常会做梦，梦见自己耳朵被揪掉，血淋淋再落在地上。我实在不懂，明明我只是回到自己本来的位置，却好像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。 在舅舅舅妈家，我要做有眼色的那个，眼里要有活，不能贪嘴，不能跟表姐表弟起争执。在爸妈这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吃太多会被骂烂马桶，抢好菜会被骂饿死鬼投胎。若只有我跟弟弟在房间，弟弟哭了，妈妈就会指责我，肯定是我欺负弟弟。有时我很想问问他。 当初说是为了我以后有伴才生弟弟，这是真的吗？过完年，弟弟满了周岁，爸妈决定带着弟弟去浙江打工，把我留下给奶奶。临行前，妈妈拉着我的手，脸上有愧疚：“你爸一个人去那边，我不放心。弟弟太小，我也不敢给你奶奶照顾。你在家要乖，等我回来给你买糖吃。” 我哭着求他留下来。那时小，纵使父母不好，也是自己的全部倚仗。我不想被独自留给刻薄又凶恶的奶奶。他不耐烦了，紧紧皱着眉，甩开我的手：“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？”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得走了。我追着老旧的大巴车一直跑，一直跑，在车轮扬起的厚厚黄土灰里。 遗失了父母的踪迹，村里的留守孩子很多，但我应该是比较惨的那个吧。我承包了所有的家务活，做饭、洗衣服、喂猪、喂鸡、割猪草，连奶奶的衣服都是我洗的。那时村里没有家庭会让男孩洗衣服，我小心翼翼不招惹他，可他打牌输了还是会拿我撒气。 用灶上舀出的热水浇我头上，曝光我的衣服，将我推到院子里，用竹扫把狠狠抽打我。结冰的天，他让我用屋外水缸里舀出的冰水洗脚。折磨完我后，他继续出门打麻将。我独自睡在偌大的一幢砖头房里，夜风吹动后山的树木，发出呜呜的哀鸣。 我用两床被子紧紧裹住自己，将自己缩成小小一团，抵抗着疼痛、孤独与恐惧。一开始，妈妈会在每周六晚上七点多打电话回来，我每每五点就吃好饭等在刘婶子家。我总是说不了几句就哽咽，问她什么时候回来。她语气不耐：“你一个男孩子，天天哭么子？” 或许是嫌我烦吧，慢慢的，电话变成了两周一个，天冷之后变成了一个月一次，但他还是答应我，过年回来会给我买一身新衣服，还会给我带浙江那边最好吃的糖。日盼夜盼，到了过小年这天，妈妈打电话回来了，我满怀期盼，七伯五叔他们都回来了。 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回呀、啊？小鹏，票太紧张了，我们没买到。等过完年，妈妈再回去看你。电话那头，南方呜呜的寒风，似乎顺着话筒线钻进我的耳朵，直达我的心房。我再也控制不住，吼道：“你怎么说话不算数？你答应过我的！”妈妈敷衍地安抚我。那头弟弟哭闹起来，含糊喊着。 牛奶，喝牛奶。我听到妈妈语气温柔：“乖儿子，不闹，妈妈一会就给你买。”我唤了一声：“妈妈。”她已然不耐烦了：“买不到票，我跟你爸也没办法。谁还想在外地过年？你就不能懂点事吗？”行了，你弟饿了，我先挂了。妈妈，其实我本来是想说，不买糖，不买衣服也没什么。 你跟爸爸别那么辛苦，但你根本不在乎。过完年能买到票了，他们还是没回来。反正年都过完了，回来似乎已经没有意义。我不是他们放在心尖上的牵挂呢。奶奶春节打麻将天天输，咒骂我是扫把星，拿炒菜的锅铲狠狠敲我的头，砸出的包十来天都没消。 春归的燕子在我的窗户下垒了窝。我割猪草时捡到一只被遗弃的小黑狗，我用剩饭剩菜喂它，它天天晚上会趴在我床边陪我睡觉。早上，它摇着尾巴送我上学；放学，它掐着点在村口等我。我的生活里有那么多伤心难过，也有许多细碎的新鲜与温暖。可是。 我不再期待与妈妈分享，又是两年过去，他们总算买到了回家的票。村里人都问我：“你爸妈和弟弟要回来了，你很开心吧？”“没什么感觉，或许我的期望和欢喜早就被一点点消磨光了吧。”腊月二十，爸妈拖着大包小包回来了，他给我买了一包糖。 我刚打开拿了一颗，弟弟就过来抢袋子，我死死拿着不放。妈妈道：“你是哥哥，让着弟弟点，他不会吃你的，他都吃腻了。”果然，弟弟抢过去后就吃了一颗，剩下的全扔地上了。我等待几年才得到的奖励，原来是弟弟看都不看的边角料。我还在妈妈的行李箱里看到了相册。 我还以为是给我买的书，结果翻开扉页，里面爸爸妈妈和弟弟他们开心的依偎在一起。啊，原来是全家福，没有我的全家福。妈妈给我买了件棉袄，迫不及待让我试试。衣服很长，快到脚后跟，袖子更是像唱戏的。妈妈有点尴尬。王姐家儿子也是八岁多。 穿着正合适，你怎么没长个呀？奶奶欢欢喜喜试着自己的衣服，瞟我一眼。小孩子的衣服就要买大点，可以多穿几年。大年三十，我穿着袖子被挽到胳膊的新衣，过门槛的时候被绊倒，磕出一嘴的血。奶奶张嘴就骂：“大过年的你不长眼睛，见了血多晦气。” 你是不是巴不得我早点死？弟弟大步跨过门槛，蹲在我面前，指着我脸上的血哈哈笑：“蠢货，蠢货！”妈妈笑盈盈看着他，都没人叫你，你从哪学的骂人的话？小黑一直趴在角落里睡觉，此刻突然冲出来，龇牙对着弟弟汪汪叫，弟弟吓坏了，往后一仰，后脑勺磕到门槛上。 痛得眼泪鼻涕齐流，爸妈急坏了，一口一个心肝宝贝安慰弟弟，指着小黑嚎啕大哭：“打死他，打死他！”我吓得赶紧把小黑关到柴房里。他不懂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汪汪叫个不停。初八那天，同族几个叔伯来家里找爸爸喝酒，小黑闻到生人味，又汪汪叫。 弟弟吓得赶紧钻进妈妈怀里哭，爸爸指着柴房笑道：“家里这只狗太讨嫌，咱们今天抓了杀起，做个狗肉火锅吃吧。”几个大男人说着就往柴房去。我的血直冲脑袋顶，怯懦的我不知从哪来的勇气，飞一样的冲出去，紧紧抵住柴房门：“爸爸，别杀小黑，求你别杀他！” 小黑感应到我激动的情绪，大声汪汪汪！爸爸不耐烦了，到一边去，别碍事。冬天的狗肉火锅最好吃，一会我给你分条腿。说着，他就要伸手来扒拉我，我的眼泪不自觉冲了出来，对着爸爸吼：“这几年你们给弟弟买牛奶、买糖、买衣服，带他去拍全家福。” 却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，是小黑一直陪着我。我抄起一旁的斧头塞到爸爸手里：“你把我一起杀了算了，反正你跟妈妈也不要我。”几个叔伯神色尴尬。算了算了，爸爸涨红了脸，抬手甩了我一巴掌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谁不要你？要不是为了你们兄弟俩，你以为我跟你妈愿意跑那么远去打工？” 妈妈听到动静过来拉架，奶奶吐着瓜子皮：“你这个儿子脾气大得很，要不是我平时打得很，他都能上天。”他叭叭叭说个不停。爸爸看我的目光也带着厌恶。妈妈也低声道：“不就是一只狗，天天吓你弟弟，你这么护着做什么？寒风刺骨，没有人支持我，也没有人在乎我。” 我后背紧紧贴着柴房，感觉一只毛茸茸的爪子透过门缝扒拉在我手心，是小黑。隔着老旧的门板，它发出低低的呜呜呜声。我握住它的爪子，仿佛握住这世上唯一的温暖。小黑暂时活下来，但在爸妈眼里，我变成了不听话的孩子。妈妈指责我，一条狗。 难道比你弟弟的命还重要？你怎么那么冷血？爸爸嫌弃我，天天没人管你，性子都野了。可是我为什么会没人管呢？我以为小黑安全了，可正月十五这天，我去村头看耍龙，回来的时候正好撞见狗贩子用三轮车将小黑拖走，他双腿双脚都被捆着。 绝望的哀嚎，我追着三轮车一直跑，可最后它被淹没在喧天的锣鼓和鞭炮声里。我哭着回家，声嘶力竭的质问爸爸：“轻飘飘的说，一条狗而已，回头再给你弄条听话的回来就是。”奶奶翻白眼，早就该弄死了，烦死人！幸好还卖了一百五十块钱，不算亏本。 也就是在那一刻，我恍然醒悟：他们不爱我，不管我多么温顺乖巧，不管我做的多好，他们也不会如爱弟弟那样爱我。所以，我为什么还要期盼，还要讨好呢？第二天，爸妈又带弟弟去浙江了，他们要让弟弟在那边念昂贵的私立幼儿园。临行前，妈妈给我杂费生活费。 他数了五百块出来，想了想，又抽走一百后递给我。我跟你爸赚钱不容易，你要省着点花。他们一走，奶奶就露出真面目，一言不合就拿着火钱要打我。这一次，我不再乖乖被打，而是跟他扭打成一团，抢过火钱，学着电视剧里的样子，用力抵在他的脖子上，狠狠道。 我以后再也不会任你欺负了，我会越来越大，而你只会越来越老。你打我一下，我就打你三下；你剥我的衣服，我就把你衣服也撕了。等你老了，躺床上动不了的时候，我还会给你喂屎喂尿。老太婆被吓到了，嗷的一嗓子哭了。她跟全村的人宣扬我的恶行。 那些沈奶奶、伯奶奶高高在上的教育我：“她是你奶奶，你这样不孝要遭天打雷劈的。”我面无表情。那现在我没被劈死，是不是老天爷觉得我做得对？他们哑口无言。这年夏天，村里有了一件大喜事：张伯娘家的生生哥考上了一个很好的大学。 生生哥爸爸多年前外出打工，再也没回来，是张伯娘咬牙独自供他念书的。通知书寄到的那天，张伯娘满村炫耀，我们这些孩子也去看热闹。我摸着烫金的信封，上面的建筑古朴庄重，让人心生向往。我傻傻发问：读了大学以后，是不是就能赚好多好多钱？ 生生哥笑了笑，也不一定。但读了大学，你就能走出这个村子，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。你可以找到自我价值，不会再纠结自己是不是父母最宠爱的孩子。小鹏，鹏字是鹏程万里之意。你才四年级，现在努力还来得及。他启发了我，我上课不再分心，会认真听讲。 放学后不再到处疯玩，开始好好看书。老太婆笑话我：“你这个猪脑壳，还想读出一朵花来？”读完初中就赶紧去打工。金才从小就聪明，他才是我们金家的希望。我对他，我多读书，多认字。以后你死了，墓碑上的名字我可以亲手给你写。 老太婆差点被气死。那会，村子里的孩子读书大多是看天分，像我这样自发努力的并不多。大家都是浑浑噩噩的念着，稀里糊涂的毕业。我们小学一个班六十个人，我以班级第一的成绩进了初中。那时，人口已经开始往大城市流动，乡里的初中被合并到镇上。 因为隔得远，所以必须住宿。其他孩子哭哭啼啼，我求之不得。老太婆骂骂咧咧，说干脆别读，现在就去打工赚钱。被村支书骂了一顿。国家规定必须读九年，你不让他读书，你要坐牢的。你去做吗？老太婆瞬间就怂了。爸妈不在乎我的成绩，几乎不问。 但是他们却特意在浙江给弟弟找了家不错的小学寄读，是走了后门花了钱才进去的。小才这么聪明，我们得好好培养他。我入学成绩不错，原以为初中可以大展拳脚，可初一的期中考给了我重重一击，我只排到班级第十五，年级一百多名。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，我发现读书真的是有天分一说。同桌天天上课睡觉，下课打篮球，可不管什么题，他只要看过一遍就都能触类旁通。我需要几十上百遍才能背下的古文，他看三遍就基本能复述。对于缺钱的孩子来说，专注读书是一件格外辛苦的事。 妈妈给我的生活费很少，更不愿花钱给我买辅导资料，我只能从三餐里省，买五毛一包的咸菜，再从食堂一块钱买三个馒头，一块五毛钱就能过一天。有时夜里饿得不行，就咕噜噜灌自来水，水是免费的。赶集十块钱买的一眼假的名牌鞋，天天穿着。 底部开裂，就买五百零二粘上，反反复复粘了数次，直到体育课上跑步，整个鞋底都掉了。我脚趾和脚底板都破洞的袜子暴露在空气中，才不得不舍弃那双鞋。比起生活上的窘迫，学业上的艰难才更让我绝望。或许我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。 我就是没法像别人那样举一反三，我就是不能七八遍就大致记住一篇课文。明明我一刻也不松懈，我的成绩就是难以突破。日子很快就到了初三，很多同学都不读了，直接打工去了。奶奶怂恿爸妈：“金才念书要那么多钱，让小鹏退学算了，反正只有一年了。” 读不读一个样，爸妈很异动。妈妈道：“要不你跟着我们去浙江？现在厂里带个新人进去，还能有五百块奖金。”我断然拒绝：“我要读书，我要考高中，我要念大学。”奶奶瞪大眼睛：“有什么好读的？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，而且你这个成绩也不可能考得上一中。” 妈妈也道：“读完初中就差不多了嘛，我不想在他们面前哭的，可眼眶忍不住红了。凭什么呢？我跟弟弟都是你们的孩子，为什么他就可以陪在你们身边，我就要被扔在乡下？你们给他花那么多钱读书，我一学期所有的费用就一千块，就这样你们都不愿意出，心也不是这么偏的吧？ 我的嗓门太大，左邻右舍都被惊动。院子里有人看热闹，在问怎么回事。爸爸一向爱面子，此刻深觉挂不住，板着脸道：“行，就让你再读一年。要是考上一中，就让你读；考不上，你就打工供你弟弟读书。”我绷紧的精神放松下来。那一刻，我甚至有点感激爸爸的让步。 可当晚，我上厕所时听到了他跟妈妈的谈话。要是小鹏考上一中，真让他去读吗？爸爸嗤笑一声：“他不可能考上的。”初三那一年，我真的是除了吃饭睡觉都在看书，经常做梦都梦见自己在考场，解不出题，然后大汗淋漓被惊醒。日子很快到了中考。 那会流感盛行，很不幸我中招了，一边流鼻涕，一边咳嗽，一边写试卷，头还昏昏沉沉。出成绩那天正好是弟弟十岁生日，因为爸妈厂里的设备检修，他们都放假，所以一家人都回来了。妈妈在县城给弟弟订了一个双层的生日蛋糕，家里很多亲戚都来了。 弟弟坐在中央，众星拱月，接受着大家的祝福。小才现在越长越帅了，才十岁就一米五，以后肯定是一米八几的大高个。听说成绩也不错，在班里前十名，是重点大学的苗子啊。我想起我的十岁生日那天，想要两块钱买鸡蛋糕吃，但老太婆没给。 那天是周末，我从早上八点等到晚上九点，也没有等到妈妈的电话。她又忘了我的生日。原来生日蛋糕没有想象中的美味，甜的发苦呢。我将叉子放下，舅爷爷问：“小鹏，这次就跟着你爸妈一起去浙江打工吧？”“不，我要读高中。” 舅爷爷连连摇头，听你奶说你只会读死书，我看你就不是那块料。亲戚们纷纷附和，读书是要靠老天爷赏脑子的，不能强求。你爸妈养你这么多年也不容易，你现在长大了，也该替他们减轻负担了。一中哪是那么好考的？你一声，我一声中，爸爸的波导手机响了起来。 他按下免提后，班主任急吼吼的嗓音传来：“金鹏在家吗？中考成绩出来了。”我的心瞬间被高高拽起。就听得班主任说：“金鹏考上了，运气真的好，就比一中的录取分数线多一分。”喧闹的堂屋猛地一静。爸爸喃喃道：“没搞错吧？”奶奶白眼翻到天灵盖。 你是走的什么狗屎运？亲戚们，你一言我一语，镇上的初中教学质量不行，一年也就能考三十几个一中生吧。小鹏运气真是不错，看来是祖宗保佑，考上了。我真的考上了。我咧着嘴笑，笑着笑着又哭了。不是运气，也不是祖宗保佑，是我。 用尽了所有的精力，才换来两条腿跨过那道门槛。大家讨论的中心都是我，弟弟很是不满，他大声道：“擦线进的一中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这成绩也考不上好大学。”舅爷爷喝了一口老酒，叹道：“这倒也是，我们村里有两个念一中的，连个二本都没考上。小鹏这个成绩。” 我看也是悬，别到时候三年高中读完，钱花了，大学还没考上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爸爸脸色沉了下来，我心里一慌，赶紧道：“爸爸，你答应过，只要我考上一中，就让我去读，你得说话算话。”爸爸拉长脸：“你要是排名考前，我肯定让你去读。你现在吊车尾的成绩。” 读了也是浪费钱，不如早点打工赚钱。我把你养到初中毕业，已经完成了任务。夏日炎炎，天气多变，远处惊雷滚滚，却比不上他这几句话刺人扎心。我环视一圈，所有的亲戚都避开了我的视线。我嘴唇颤抖，眸色通红，大声吼道。 弟弟一年学费、生活费两万多，我只要他五分之一，这都不可以吗？你答应过我的，你怎么能反悔？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爸爸豁然站起，抬手一巴掌甩在我脸上，啪的一声，我脑子嗡嗡作响。没大没小，这是你跟我说话的态度吗？我不会给你出一分钱。 你有本事就靠自己去读。我捂着肿胀的脸，退后几步，狠狠盯着他。好，等你以后老了，我也不会给你一分钱。爸爸气得面色涨红，老子又不是只有你这一个儿子，我不要你的钱。我转身跑出堂屋，我也不要你钱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乌云滚滚。 黄豆大的雨滴狠狠砸在我头上，我在大雨里奔跑，雨水钻进我的眼眶，再变为眼泪，不断涌出。我早该知道的，他们从来说话不算话。当初答应过年回来，我一等就是三年。当初答应不杀小黑，转头就将小黑卖了。我不该信，不该抱有期望，但我不想放弃。 我跑去三奶奶家，请她借点钱给我读书。借给你读书可以，让你爸爸来。你一个半大的孩子，怎么借钱哦？我又跑去支书家，希望他能施以援手。他唉声叹气：“你伯娘前些日子查出肾有毛病，我也在筹钱做手术呢。”所有可能的人家，我都问了一遍，全都被拒之门外。 甚至还有人要我理解爸妈的不容易。衣服紧紧贴在身上，腿上全是厚厚的泥浆。原来夏日的雨啊，也可以如冰锥一样凉。我一路求到了村头，刘伯家正在盖房子，几个就比我大几岁的泥瓦匠正冒着暴雨，扯着厚重的油布盖在刚砌好不久的墙体上。雨如此大。 也冲不掉他们身上的泥浆，那额头滚落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。如果我不读书，这大概就是我将来日复一日的生活吧。可我不想过那样的人生。也不知淋了多久，雨突然停了。我转头看到生生哥正撑着一把大伞立在我头顶，生生哥一路将我送回家。 听说他大学期间开发了一个软件，很火很火，赚了不少钱。现在把张婶都接到城里去住了。爸爸红光满面，正坐在堂屋跟亲戚一起打扑克。他把一对 K 甩出去，嘲讽道：“没人借钱给你吧？现在知道只有我跟你妈才会心甘情愿养着你吧？我们都是为你好，收拾收拾。” 过几天跟我们一起去厂里打工吧。冷风瑟瑟，寒气从脚底窜到天灵盖，湿透的我浑身发抖。生生哥从院门后往前两步，笑了笑：“我可以借钱给他上高中。”他的手压在我肩膀，瘦而细长，却如火炉一样灼热滚烫。我猛地偏头看他，他朝我微笑：“我借给你。” 我有钱，爸爸惊住了，好半天才回过神。他只比一中分数线高一分，我知道，他这成绩考不上好大学的，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你要是借钱给他，我不会还你的，没指望过你还。我眼泪滚落，赶紧接话：我还，我将来赚到钱了，连本带利一起还你。 但爸爸还是不同意。他梗着脖子：“她是我女儿，我不想让她浪费三年时间。你要是去读书，我去一中拖也给你拖回来。如果他真的那么做，高中我铁定是念不成了。”妈妈拉了拉爸爸的胳膊，低声帮我说了几句话。但爸爸没松口。妈妈叹口气：“小鹏，你爸就这脾气。” 我也劝不动，这大概是我人生中最绝望的时刻吧。不相干的人递给我希望的藤蔓，助我攀高入云霄；我的亲生父亲却要拿斧头狠狠砍断，拽我坠落进岩浆。生生歌皱起眉，附在我耳边说了两句话后，先行离开。闹了这么一通，亲戚们都回去了。 金才很不开心。金鹏，你这成绩读了高中也没用，你偏偏挑今天闹事，是不是嫉妒我？故意这么做的？我紧紧捏着拳头，死死控制着一巴掌抽死他的冲动，挪动脚步到了爸爸身边，低眉顺眼地说：“三年高中，我不用花家里一分钱，万一我考上大学。” 以后肯定能找到更高薪的工作，也能多赚点钱，补贴家里，补贴弟弟。你看生生哥，他要是没考上大学，能赚这么多钱吗？我笑着看向金财，等我以后赚大钱了，也给你和爸爸买房子，买生生哥那么好的车。我继续给妈妈和老太婆画饼，奶奶，妈妈。 等我赚钱了，给你们买金镯子，接你们去城里住大房子。哪怕我考不上，也就是损失在流水线赚三年的钱，大不了我高中毕业再把这笔钱补上就是了。这一刻，我穷尽了这辈子的演技和智慧。爸爸依然在犹豫。支书这时冒雨赶了过来，他的裤腿上都是雨水和泥浆。 胡乱用衣袖擦了把脸，道：“又不要你们夫妻出钱，这高中还是能读。万一小鹏能考上大学，以后你们夫妻不就赚翻了？金才有个大学生哥哥，以后也有个依靠啊。”支书在村里说话很有分量。爸爸将手里的烟掐灭，一拍桌子：“行，那你就去读吧。” 也就是我跟你妈才惯着你，你看你那么多同学都是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了，可是他们都没有考上一中。高中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，我的成绩垫底，被分到十五班。入学的摸底考，我考了年级倒数三十八，在我后面的那些，绝大多数是靠前或者全进来的自费生。发成绩单时。 班主任老王神色严肃。这次考试，我们班总体排名年级倒数第一，主要是某些同学严重拖了后腿。希望期中考这种情况不要再发生。那一刻，我深深低着头，脸火辣辣的。生生哥一次性给了我四千五，除了学费、住宿费、服装费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。 我还剩下两千五，但我不敢乱花，还是跟初中那会一样。早餐吃馒头加免费的稀饭，午餐、晚餐一份饭、一份素菜、一碗免费的汤。军训发的鞋子，结束后大家都收起来了，只有我拿着当换洗的鞋子穿。学习上我也很认真，从不懈怠。课间休息，大家都出去打闹。 只有我除了上厕所都不出门，同桌都笑我屁股长在了椅子上。我周末极少回家，也不去网吧，就是在教室或者宿舍学习。我买了个手电筒，白天在教室偷偷,偷充满电，晚上熄灯以后躲在被子里再看一小时的书。既然天资愚钝，那我就勤能补拙。可天不遂人愿。 我付出那么多时间，期中考试名次只往前走了二十，依然是当之无愧的吊车尾。看到成绩这一刻，我是崩溃的。要知道，如果在山脚我都无法往上迈步，那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攀登高峰的可能。我越是努力，就发现自己缺失的越多。我知道自己不聪明，那就笨鸟先飞。 比别人多花时间，我打着手电筒学到凌晨两点，第二天却在课堂上睡着了，错过了重要的知识点讲解。错过一步，就要花十步、百步才能追上进度。如此一个学期，高一期末考，我考了年级倒数四十，跟入学摸底考时差不多，说明这一学期。 我没有任何的进步，一直在原地踏步。冬日寒风凛冽，排名榜贴得不够牢，被寒风卷起一角，飒飒作响。我的名字在角落里招摇，像是薄薄的符咒，即将随风化去。我的心态几乎崩溃，加之奶奶、爸妈和贵财他们的冷嘲热讽，我开始怀疑自己。 或许我真的不是读书的料，或许我的命运就是天地间的尘埃。无论我怎么抗争，最后的结果都一样。要不，放弃吧，沉沦吧，就像我绝大多数的初中同学一样。他们那样的日子，不也是一辈子吗？正是茫然间，生生哥来找我了。我羞愧的告知他我的成绩，头都抬不起来。 但他却没指责，只拿出手机：“下学期的生活费，我转你卡里。”我连连摆手：“我还有一千五，足够下学期生活费了。”生生哥的手一顿，目光变得严肃：“你一学期才用一千，一个月才用两百块，那你从来没吃过荤菜，没吃饱过，没买过衣服、裤子、鞋子、袜子，这……” 这些都没关系，我初中三年都是这么过来的。当然有关系，生生哥语调拔高。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学习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，如果你营养没跟上，脑子也就跟不上。你现在省这一点钱，是在折断自己的未来。从下学期开始，你每顿至少要吃一个荤菜。 一天要吃一个鸡蛋，喝一杯牛奶。别为现在花掉的钱而愧疚，因为这是给你未来的投资。寒假过后返校，我去买牛奶，左右比较，最后买了奶粉。奶粉比盒装奶划算。我每天早上吃一个肉包，一个白煮蛋，有时再喝杯豆浆。中晚餐一荤一素。 睡前泡一杯牛奶，每周末去蛋糕店买面包边角料，那个很便宜。中途饿了可以填肚子，身体不再像从前那样随时都处于饥饿的状态。大概半个月后，我感觉自己精神比从前好多了。我本来是班上个子最矮的那几个，还不到一米六，那段时间却能感觉自己像是竹子。 再一节节向上拔，裤子眼看着就短了一截。或许是营养跟上了，我脑子也比以前清醒。我鼓起勇气问老师、问同学题目的解法。我竭尽全力去寻找题与题之间的规律。我不再透支睡眠来学习。我告诉自己不要焦躁，人不可能一口吃成大胖子。 高一下期的期末考，我考到了年级六百名。我们年级一共有八百多人，虽然还是中等偏下的成绩，但好歹不算倒数，我挺开心的。但金才得知后嗤之以鼻：“六百名，你这成绩也太烂了吧！你脑子里全是屎吗？”爸妈也紧锁眉头：“你真的不是读书的料。” 要不就算了，我就当他们在放屁。学习这座高山，我具体能爬到什么位置，或许天赋要占很大的因素。至少现在我路子没有走错。高二一整年，我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学习节奏。那会网络已经很发达，好些同学一放假就去网吧打游戏或者上网，有些家境好的。 已经买了手机，只有我还像是山里的野人，除了学习还是学习。要不是学校开设了电脑课，我可能连最基本的操作都不会。或许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吧。高二下期文理分班，我以最后一名的成绩进入理科重点班，连班主任老张都笑。金鹏。 我记得你当时就是压着线进的一中，现在又压着线进了重点班，该不会高考你压着线进个九八五吧？九八五，我想都不敢想。这些年一中不少生源都被市里的高中挖走了，理科两个重点班一百二十个人，能考上九八五的最多五十人，我能上个一本。 就已经要烧高香。整个高二、高三，除了过年和暑假，学校宿舍不准留人外，我几乎没有回过家，更想不起来给爸妈打电话。倒是在我进了理科重点班后，妈妈每隔半个月会打个电话到宿管那，来来回回都是那几句话：吃饭了没？别饿着肚子，在学校好好学习。 别跟人起冲突，好好学，以后考上好大学，跟你弟也可以相互依靠。呵，是互相依靠，还是让弟弟趴在我身上吸血？文理分科后，课业变得更加紧张。学校还有顶替制度，平行班的优异者可以把重点班的吊车围顶下去。对于我来说，无疑是巨大的压力。 这天学的眼睛胀痛，我趴在走廊上吹风，放松下眼睛。晚餐时间，整个教学楼都没几个人。同班的学霸杨澜靠在我旁边，突然问金鹏：“高考结束后，你最想做什么？”我怔了下，摇摇头，我不知道。你呢？晚风吹动他长发，夕阳的光沉入他的眸底。 他笑了笑，我想追一个月的偶像剧，我都不看那些，那是女孩子看的东西。我吃饭去了。他走出几步后停下脚步，回头看我。金鹏，你以后有不懂的题，可以来问我。我跟他以前不是一个班的，压根不熟。但我脸皮厚，他既然这么说了，从那以后有不懂的我就逮着他问。 有时候他都要来火，你也去问问别人嘛。但发泄完，他还是会耐心把题给我剖析清楚。那时候觉得每一天都是漫长的，前方似乎有泰山那样高的知识等着我去消化。我经常期盼着第二天就是高考，早死晚死反正是要死的。但真的到了高三。 又恨不得能回溯时光，让我回到高一，能再多学点。整个高三，我一直在努力，但成绩进步并不明显，始终在年级一百名到八十名打转转。万幸的是，也没有被顶走，牢牢地做了重点班的钉子户。高考前一周，爸爸难得给我打了电话，问我准备的怎么样。 手里的钱够不够？我捏着话筒，不够的话，你会给我打钱吗？他语气瞬间拔高，张生生一个月给你快五百的生活费，这还不够你花的吗？你钱都花哪去了？怎么就不知道省着点？你听，这人多虚伪！我运气不错，高考的考点就在本校。考试前晚，教学楼不准进人。 老张让我们别学习了，放松心态。月明星稀，往日喧闹的校园此刻格外安静。我从宿舍信步出来，在操场碰到了杨澜，他坐在升旗台边，明月温柔地裹住他。远处的人工湖还传来阵阵蛙鸣。我走过去问：“我今天碰到一个题，实在想不通。”他翻了个白眼。 打断我，金鹏，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你这么不要命学习呀、啊？我顿了顿，轻声答：“是恐惧，恐惧自己会变成金财的血罐，恐惧自己一事无成后，爸妈会说，你看，当初不让他读是对的，他就是不行。”杨澜深深凝我，金鹏，你一定能考上大学。 没人可以阻止你鹏程万里，是吗？我真的可以吗？窗外蝉声连绵，答题卡已经发到了我的手上。我拿出二 B 铅笔，心里默念：为了逃离父母，为了证明自己，为了新的人生，为了无数个努力的日日夜夜，我要好好考呀！考完两场，正好碰到杨澜。 我迫不及待，今天数学倒数第二题，他大声打断我：“金鹏，你够了哈，现在对答案有个屁用，咱们专注明天的考试行不行？行吧，行吧。”真想钻他脑子里看看他的答案是几。最后一场结束，好多同学都开始从楼上往下扔书、扔试卷。 随意被撕碎的试卷纷纷扬扬飘着，像是失去翅膀的蝴蝶。杨澜也咆哮着把自己的习题集扔下去。见我抱着书往下走，他一把拦住我：“你把这些书留着干嘛？你难不成还要复读？无论好坏，就这一次，我的人生不会有复读的机会。”我摇摇头：“不是。” 废纸能卖钱的，他挣了下，卖多少钱？三毛钱一斤。你不早说！他一把拽起我，走走走，去哪儿啊？去楼下捡钱啊！我们捡了很多书和习题册，堆成了一座小山，卖了八十多块钱。杨澜买了两个可爱多。夕阳已然落幕，晚霞盛大而灿烂。 我们坐在升旗台上吃可爱多，我小心翼翼舔了一口，笑了。我还是第一次吃，好腻呀、啊！你们难的是吃不惯这些，多试几次，说不定就喜欢了。我看入他的眼底，不要用那种可怜的眼神看我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我已经全力以赴过。我很好，我不需要怜悯的。他收回目光。 看向夕阳坠落的方向，最后一丝晚霞将他的眸子照得澄澈透亮。他轻轻说：“我不是可怜你，我是佩服你，佩服你的毅力，佩服你一次次被打击却始终能坚持到底。”我有时候在想，如果我像你这么努力，我应该能考清华北大。我白了他一眼：“做梦吧，能考清华北大？” 可不是凡人，光有努力不够的。他累了我一拳，姐也是天才，好吗？当晚我给生生哥打了个电话，哥，我考完了，感觉不是很好。他那边还很吵闹，几秒后我听到背景音都消失，他清爽有力的声线传来：“别想太多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”我信你已经用了全力。 剩下的就交给老天爷吧。回村第二天下起了大雨，老太婆冒雨去打麻将，结果摔了一跤，断了腿，胳膊也动不了。爸妈太忙，没时间回来，让我在家照顾她。老太婆躺在竹床上也不安分，嫌我做的饭不好吃，嫌我给她倒的水太烫，嫌我衣服没洗干净。 天天骂我是丧门星、灾星，骂就是我那天咒他雨天路滑别出门，他才会摔跤。当初我就不该信了你的鬼话，看你这晦气样，也不可能考上大学。那时候你生下来就让你淹死在粪缸里，这样你爸也不会去浙江打工。你是不是聋了？绿豆水煮好没？我从厨房端来热气腾腾的绿豆水。 一把薅住他头发，把他头抬起来，往他嘴里灌。我咬牙切齿：“是，谢谢你养我，我现在好好回报你。”老太婆不断反抗，但喉咙下意识吞咽，被烫得半死。一碗绿豆水灌完，她喘着粗气，哑着嗓子：“你，你敢这么对我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”我拔高声调。 这都是跟你学的呀！小时候汤太烫，你嫌我吃的慢，就是这么惯我的。我扯了扯他身上刚才因为挣扎被溅上绿豆水的衣服，露出一抹邪恶的笑容。奶奶，你衣服脏了，身上也脏了，我帮你洗洗啊！外面的雨还在下，我连人带竹床外面拖。老太婆目光惊恐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 你反了是不是？我是你奶奶，我都懒得搭理他，将他拖到屋外。大雨噼噼啪啪,啪砸下来，我对着他微笑。脏了就要洗，让老天爷给你洗，还能省水。你个小杂种，我是你奶奶，你这么对我会天打雷劈的。我撑着一把大黑伞，笑了，我不怕，劈死我好了。 要是老天爷真的这么公道，你以前把我脱光，在院子里狠狠打我的时候，他怎么没劈死你？你现在可以叫的再大声点，让全村人都来围观。你的儿子、孙子再好，现在他们在你身边吗？我目光充满怨毒，他们压根不管你死活。你现在只能靠我，他们可能比我更盼着你死。 这样好，少一个负担。我狠狠盯着他，不言想将他掐死的冲动。暴雨噼里啪啦砸在老太婆的头上身上，渐渐砸灭了他眼底滔天的愤怒、害怕和恐惧，层层涌上。他将自己卷成一团，轻声道：“以前是我错了，你先把我弄进去。”我举着伞退后几步，回到屋檐下。 一如多年前的老太婆，淡淡开口：“别急，洗干净了，我就让你进来。”洗了个冷水澡，老太婆发烧了，哼哼唧唧给爸爸打电话，希望好儿子回来照顾她。爸爸很为难：“妈，我这厂里请不了假。”那金才呢？他放暑假总有时间吧？他要上补习班。 而且我们最近为了他升学的事正忙呢，你就别添乱了。老太婆咒骂个不停，爸爸直接挂了电话。从那天开始，老太婆安分了，再也不敢对我大呼小叫，谨小慎微的看着我的脸色。焦灼的等待里，总算到了出分的日子。我跟杨兰还有两个朋友一起约好去县城的网吧查成绩。 是以一大早就出了门，进了网吧，心不在焉的玩了一会五子棋。时间到了，我们齐刷刷打开查分网站，输入证件号码。几秒的缓冲，却感觉有几年那么漫长。总算页面上跳出了分数，总分六百零五。那年理科一本线五百一十二，我脑子空白一片。 这一瞬是无法思考的，是杨澜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。还可以，你算是稍稍超常发挥了点，按往年的分数线，说不定能擦边上个九八五。他说完后，递给我一张纸巾。考得好，应该笑，哭什么？我哭了吗？我茫茫然伸手擦了一把脸，擦到一片如湿。 原来我真的哭了，我哽咽问：“你呢？”还不错，六百六十七，两个室友也都是正常发挥。小贺不断刷新着查分网站，轻声说：“所以一切到结束了。”我点点头：“是啊，一切都结束了。”小贺哈哈笑：“一切都结束了。”笑着笑着又哭了，这仿佛开了阀。 我们几个抱在一起，大声痛哭。或许每个人都跟我一样，有过去，有故事，有伤口。读书是我们逃离的手段，是我们腾飞的翅膀。三年辛苦，此刻终于有所回报。感谢老天爷，在关键时刻，终于还是眷顾了我。吃完庆祝饭，我赶着末班车回了村。到了家。 却发现爸爸居然回来了，家里还来了人。老太婆手已经恢复，就是脚还走不了路。此刻她阴沉沉盯着我，对陌生的男人道：“这就是我孙子，还是刚毕业的高中生。你看看这个头，这相貌，这脑子，给你们做上门女婿绝对够了。我们只收三十万，不贵的。”男人上上下下打量我。 最多二十万，他从身后拉出约莫一百七八十斤，流着口水一看智力就不太正常的女儿，先给十万，剩下十万等我女儿生出孙子再给。爸爸沉着脸，二是你打发叫花子呢？他也是我宝贝仔，要不是小儿子那边急着用钱，我也不舍得送他去做上门女婿。原来金才要读重点初中。 可既独生不是那么好进的，得给好处费。爸妈这些年赚的钱几乎全花在他身上，此刻筹不到钱，就从我身上想办法了。失望和怒火层层翻涌，如滚烫的岩浆，将我彻底吞没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逼迫自己平静下来。我考上大学了，一本线五百一十二。 我考了六百零五，我能上个不错的大学。爸爸很惊愕，考这么高的分，你没哄我吧？我已经满十八岁，是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。我没搭理他，拔高音调。我还没到法定结婚年纪，这位叔叔，你愿意给彩礼你就给，反正我不会上门。我还有个十三岁的弟弟，看你要不。 爸爸怒色上冲：“金鹏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”我厉声反驳：“翅膀硬了的态度。”说完，我转身跑出了院子。爸爸在背后追问：“天都要黑了，你去哪儿？你不回家，你还有其他地方可去吗？家，有爱的地方才叫家吧。这个满是豺狼虎豹，充满算计。” 将我当成货品一样的地方，怎么会是家？我跑到村口给生生哥打了个电话，正好他有朋友回了县城，连夜将我带去了他那里。他如今生意做得很大，用人的地方很多。我们早就说好，等高考成绩出来后，我就来他这边做暑假工。那会高考志愿已经是网上填写。 我已经成年了，可以自己选择学校、选择专业。他们就算是我的亲生父母，也无法再干预我的任何选择。填学校和专业，生生哥给了我很多建议。第二天，妈妈把电话打到了生生哥这里，他语气很温柔：“小鹏，你学校都选好了，你爸跟我还是很支持你读大学的。” 当时是以为你考不上，才让你去做上门女婿的。张生生那么有钱，你能不能跟让他借点钱给我们？你弟是个好苗子，不能浪费了呀。他是你亲弟弟，你们以后还要相互扶持的。我还欠着生生哥的钱呢，你当他是冤大头吗？难道他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生生哥接过电话。 不咸不淡的开口：“婶子，我公司现在还欠银行几百万呢。你要是手上有钱，不如替小鹏先把钱还给我。”妈妈慌了，急急忙忙挂了电话。生生哥这里借不到钱，爸妈想出了新法子。我拿到录取通知书后，他们给我大肆操办升学宴，办酒能收一笔不小的礼金。 可以给金鹏用，因为要回去拿户口本，所以在升学宴前两天，我也回了家。到家第二天，我就拿着通知书和户口本去派出所办好了户口迁移的相关手续。我成年了，以后户口也不在这。只要我没有道德，这一家子就再也不能绑架我。次日的升学宴上。 所有的亲戚和村里人都夸爸妈好福气。小鹏考了个重点大学，金才成绩又好，你们夫妻后福不浅哦。哥哥这么有出息，金才以后有靠了。你家小鹏虽然不很聪明，但这运气真的好。爸爸喝得红光满面，大声道：“也就是我跟他妈才这么培养他，要是生在其他人家。” 他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了。小鹏还说了，以后赚钱了要给我和他妈买大房子住，对吧？爸爸笑容满面的看我，我面色凉凉的，是说过，但是我不准备旅行。爸爸脸色一僵，宾客们也面面相觑。我勾起一抹讽刺的笑，你们从小把我扔下，任由老太婆打我骂我。 从不给我出头，金才穿两百一双的名牌鞋，我想要十块钱买袜子都要被骂一顿。初中三年，我在学校从来没有吃饱过饭。我发烧到四十度，给你们打电话，想拿点钱买药，你们说吃药不好，扛一扛就过去了。但金才咳嗽几声，你们就忙不迭送他去医院。我考上一中。 你们不让我去读，所有的钱都是生生哥支援的，整整三年，你们一分钱都没给过我，没给我买过一双鞋子、一件衣服，就是种花生，还要施肥浇水呢。你们把我放在乡下自生自灭，却想我大学毕业后趴在我身上吸血，做梦！宾客们都惊呆了，议论纷纷。 金财妈不是经常说自己对大儿子也不错吗？这心眼偏到屁眼里去了吧？都是儿子，怎么这么偏心？这奶奶也不是好东西，小时候没少打小鹏。爸爸面上挂不住，抄起手边的饭碗就往我身上砸：“你个小杂种，老子是你爹，这辈子孝顺我都是你应该的。”我侧身避开。 但酒杯还是沿着额头擦过，划出一道血痕。妈妈上前劝和，满目失望：“小鹏，你当初答应过爸妈，以后要孝顺，要帮扶弟弟的，怎么说话不算话呢？”我捂着额头冷笑：“这都是跟你们学的呀！当初答应不杀小黑，后来为什么把他卖了？你们当初答应我考上一中就让我去念。” 后来怎么又反悔了？我出尔反尔，都是你们教子有方。气氛剑拔弩张，舅爷爷指责我：“小鹏，这是你爸你妈，百善孝为先，你看看你什么态度？”我的态度比你好。我对回去，太外婆当初病了，你怕花钱不肯送她去医院，你就孝顺了吗？ 舅爷爷背对的，一个字也说不出，坐在桌上拼命拍胸口顺气。爸爸狠狠一拍桌子：“金鹏，老子是你爹，这辈子都是，你休想甩开我！”我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平静：“等你有天老的实在走不动道，去法院打官司，判我每个月付你八百或是一千赡养费，我不会拖欠的。” 我目光一一扫过场中众人，你们觉得我不孝顺也无所谓，我不在乎。我将胳膊上绑的红丝带解开，轻飘飘地扔在地上，再一脚踏过去。我先走了，你们慢吃。走出喜棚，撞见金彩躲在大树后，拿着妈妈的手机在打游戏。他讥讽我考了个二幺幺，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。 你不会以为你很厉害吧？至少目前比你厉害。矮胖子金才大怒：“你骂谁矮胖子？一米五几，一百四十斤，大腿比我腰都粗。你不会以为自己很高很帅吧？你们班上同学没有给你取什么饭桶、水缸之类的绰号吗？”这一瞬，金才的脸色红红又白白。我吹了个口哨，哟。 被我猜中了，可惜我现在又瘦又高了呢。以后到外面，可别说你是我弟，我丢不起这人。三年前他生日那天曾说过，又瘦又黑又矮。你可别说你是我哥，我丢不起这人。当初那个十岁一米五的小孩，三年过去也只长了几厘米，体重倒是翻了一番。 而当初一米六不到的我，如今抽条长到了一米七八。暑假接下来的时间，我都在生生哥那里度过的。快开学前，他给我结算工资，我拒绝。这些算我先还你的，你还欠银行那么多钱，我也帮不上忙。他扑哧一笑：“你不会以为欠银行钱很惨吧？做生意的谁能不欠银行钱？” 银行愿意借钱给我，说明我信誉好，值得他们投资。但我欠你的钱也要还上。生生哥看向窗外，当初借钱给你，从未想过要你还。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，那以后就去帮其他需要的人吧。当初我妈倾尽全力才让我读书，我只是想有梦想的人不要被打断翅膀。 如果你们每人也资助两三个人，你们资助的人再每人资助几个，他常常出口气。总有一天，这世上想要读书的人都能有书读吧。远处的天被晚霞染成瑰丽的绯红，我手紧紧收成拳。是，总有那么一天吧。入学后，我马上去办了户口迁移的手续，变成了学校的集体户口。 我大学跟生生哥的城市隔得不远，周末坐地铁就能到。他让我继续在他公司兼职，平时就线上处理一些工作，周末坐两个小时地铁去公司加班。我还接了一份家教，我忙得像是个陀螺，每天一沾床就睡，梦里不是在处理工作，就是在上专业课。可我好自由啊！ 再也不会梦见被老太婆打，再也不会梦见自己变成大雨里的泥瓦匠，再也不会梦见自己变成河坝，被一群水蛭紧紧纠缠。我依然保持着节俭的习惯，衣服、裤子、鞋子，厂里都能免费提供；吃就在食堂解决，住宿一年一千二，很便宜。我每个月赚的钱。 基本全存下来了。到了大二期末，我已经有了六万多块存款。那段时间，生生哥跟合伙人宋朝朝一起聊投资新业务的事。有天我们一起吃饭，他问我：“你那六万块要不要也参股？”他们不缺这点小钱，完全是给我一个机会。我自然将六万块全部梭哈了。 后来厂子办得很好，效益暴涨，我每年的分红从几万到十几万，到后来的几十万。大三那年暑假，妈妈辗转多次拿到了我的手机号。这几年我没有回去过，她絮絮叨叨说起家里的事。去年冬天下雪，老太婆出去打麻将，结果摔了一跤，发现的太晚。 送到医院已经脑梗，缓不过来了。现在瘫痪在床上，屎尿都要人伺候。爸妈不愿意回家，花钱请村里人帮忙照看。老太婆有一顿没一顿的，因为长期不挪动身体，还生了褥疮，每晚痛得嗷嗷叫。妈妈低声道：“她以前老是打你欺负你，如今也算是遭了报应。” 小鹏，过几天是你生日，现在学校放假了，你回来一趟吧，我们一家人好久没聚聚了。我打断他的温情脉脉，你有什么事就直说。妈妈深深叹气，是你弟金才，现在不能借读，得回县里读高中。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以前挺乖的，初中后心就野了，现在成绩太差。 一中不肯收，得交五万块赞助费才行。我跟你爸这些年也没存下钱，你跟着张生生，应该我断然拒绝。我也没钱，就算有钱，我也不会花在他身上。妈妈急了，他是你亲弟，是你唯一的弟弟。我跟他从小没生活在一起，没有感情，我很冷漠。再说。 送孩子读书是父母的责任，不是哥哥的。我连你们都不想养，你觉得我会管他？妈妈哽咽道：“我知道以前是我们对不起你，但我跟你爸也是不得已。我们好歹没扔了你，没扔了我。原来是需要我感恩戴德的事。”我嗤笑一声：“所以法院以后判我的赡养费，我不会拖欠的。” 我挂断电话，外面日光正好。微信里有好友添加的信息，是妈妈，我没通过。还有未读信息，来自杨澜，他发了张地铁站的照片。来你城市旅游，我要坐几号线才能到你学校？你是不是该尽尽地主之谊？后继不知爸妈在哪里弄到了钱，金财还是去念一中了。 不过他成绩很烂，一直是倒数。杨澜来旅游，我全程接待。临走那天，我送他去火车站，犹豫了很久，还是将那个首饰盒从口袋里掏了出来。其实还是很紧张的。我，我现在兼职能赚不少钱，不是以前那个穷小子了。你，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？他微笑着看我。 好一会后，伸出手，手链不错，给我戴上。或许，从他愿意辅导我开始，我的心就埋下了爱的种子。只是那时的我平凡又自卑，绝不敢表露心意。可我现在已经是全新的金鹏，我想应该勇敢试试。我们顺理成章在一起了。我也是那时才知道。 原来他一直也在默默准备考研，和我备考一个学校。我们顺利考上了研究生，在同一所大学会合了。机缘巧合，我们资助了山区两个孤儿。我开始明白，生生哥曾经说过的那些话：，当我们身处泥泞，一百块钱都事关生死；可其实，你爬出去后回头看，一个月五百的资助费。 真的是一笔小钱，可这笔小钱却撑起了一个孩子的梦想和人生。研二那年，金才参加高考，过了专科线，考的真不错。我得知这个好消息，跟杨兰出去吃了顿大餐庆祝。其后我毕业，进了生生哥的公司，又将这么多年的分红钱拿出来买了房。 这次连爸爸都给我电话了。听说你买房了，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？多大的面积？我跟你妈住个次卧就行。你弟年纪也不小了，这房子到时先借给他结个婚。我毫不留情，洗把脸，清醒清醒，以后别做这样的梦。我的房子跟你们、跟金财没有一毛钱的关系。 他们还找到了声声哥的公司闹过，但我是股东，随便闹呗，谁还能开除我？他们也想进我住的小区，可惜安保严格，没有业主的同意，他们也进不去。妈妈经常给我发小作文，诉说自己的思念和懊悔。爸爸的电话也由一开始的态度强硬，变得软化讨好，他们大概明白。 废柴儿子靠不住，非但不能养老，还要靠他们买车买房。他们可能后悔当初没有装模作样的爱爱我，但一切都迟了。我也不在乎他们是不是爱我了，我已经强大了。不管是父母又或者旁人，他们的爱都只是我人生的锦上添花。我爱我自己，我一直努力，从不放弃。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。